想起了小虎出生那天所发生的事。我都不记得了耶，我也不记得。我的记忆啊，爸爸和妈妈那个时候真的是满怀期待，又满心欢喜等待着巧虎诞生哦。哦，那一天真的发生了好多事啊。牛奶买了，吐司买了，洗衣粉也买了，接下来是蔬菜和水果了吧？你好啊，